来居然有两个尾巴，快挖它挖它，哇，两个尾巴一起进去了，快快上它，我去，跑得太快了，两个尾巴一起钻进去了，完了完了，跑到心里面去了，小心点，跑了没？没有跑，没有跑，就是没有跑，跑是不可能让它跑的，这种情况掘地三尺才把它挖出来。两滑道，兄弟们，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防滑道。等一下，你的帽子，看一下什么叫防滑道。我的妈，两个尾巴跑了的滑道，什么叫防滑道？两个尾巴还在那里吗？怎么只一条了？大的还在，先把大的干了来吧。小的还有一条跑分叉了，这条分叉过，他们一个往上跑，一个往下跑了。先把大的干了来，先把大的干了来。那你快跑，一会儿就抓住了。我去，跑好快，这条鱼，怎么跑这么快？哎呀，我一个乖乖，欢迎大家加入直播间，没跟主播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我现在有点激动啊，妈呀，这不干了。没用没用没用，我去，整个下翻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老陈总，大量你都各自背了，上鱼大量你都各自背了，坐高铁跑得太快了，时速300吗？哎呦我的乖乖，我的妈呀，这个上鱼真有点悬，哎呀尾巴尾巴还在那里，尾巴还在那里，死命追踪，兄弟们，这个叫急速追踪，快拿铲子来追踪它，快跑，小的让它去吧，小的叉子还在那里，小的叉子还在那里，兄弟们，加每天关注点点关注，每天都有精彩的户外直播，每天都有精彩的户外直播，老板主播点点赞。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太黏了，干废了，干完这条，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，尾巴都不见了，尾巴都不见了，这全是跑的深洞，兄弟们，就是上鱼刚打的洞，全是深洞，全是心洞，刚打的洞，这个地方安逸，上鱼跑的贼快，而且你还找不到它，都找不到它，它缩的贼快，你要手腕一下擦就完了，就很容易找不到洞，这个泥巴让我磕8年我都磕不出来，抓了不要，不要放菜了，不要不要放菜，不要放菜，马上就到水边上了，只要它没到水里，就把它抓了上来。他没打到水里去，他是那个泥巴又软又硬，他要这种很软的话，他一下子把它怼出来了。他那个是又软又硬的那种黏泥黏土。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大家千万不要急功程，4分钟了，4分20秒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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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，忘不了我和你，看这个泥嘛，兄弟们，不要说技术不行，谁遇到这个都是这样的处理办法，没有其他办法。我儿后妈汗水都跟他急了，这么热的天，这么冷的天，汗水干出来了，还有洞没？尾巴还在那儿。我儿后妈这种泥巴打深。